八岁，你们今天好快乐哦！好了，讲到快乐，那个其实今年真的要特别感谢中华职棒联盟，因为前阵子冬季联盟没办法举办，让在中华职棒季后赛结束之后有一段很大的空窗期。那今年中华职棒联盟继续举办了冬季联盟的比赛，然后还选了斗六这个地方，大家真的蛮喜欢棒球的，假日都来到现场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吧。好，那我也没想到十二月我居然会穿着球衣来到球场看应援，还好还撑得下。好，那希望在明年也很快啊，就是隔几个礼拜而已，马上一月份各队又要开始进行职棒35年三大活动啊。这边有报告35岁的，有报告35岁，从你出生那一年中华职棒就在。好，明年职棒35年，那希望不管你今天来自哪里啊，因为我刚有看到台南、高雄还有台北的球迷都来到现场，那希望大家有空无言多进场，来到球场里面看球，好不好？来给我们中华职棒的选手加油哦！比赛进行2局的上半，中华职棒联队准备上场打击的是第五棒蔡家燕。Hello， 天菜哦，天菜家燕哦，拍，轰把家燕，拍，全场家燕。Oh, oh, oh.对不起，我想太慢，对不起。来给蔡家燕掌声鼓励。你的飞球遭到冰江磊介的接杀。紧接着上场打击的是54号陈家乐。好了，加快速度，陈家乐加油，一起。